聚会善才是病娇本娇。爆聊天记录称安宰贤有外遇，这操作太败好感。聚会善再一次爆出聊天记录，称安宰贤是因为有了外遇才想着要和自己离婚。聊天记录一曝光，网友纷纷都觉得聚大人这一操作实在太败好感，不是不心疼聚会善，只是这样极端的性格和操作确实很败好感，希望两个人能够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吧。